能看到了吗？你看到吗？我在更新英雄联盟。哎呀，啊，哥，我要那个，我今天要玩游戏呢。先唱歌，还有七分钟英雄联盟才完。我是准备唱一会儿，然后呢，然后再玩一会儿啊，不然好累哦，是吧？今天好多小伙伴都给我提意见了，他说你不要就一直唱歌，他会累死的。什么唠嗑啊，就是可以在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唠嗑啊。嘻嘻。第一个是怎么长变样了，怎么今天变丑了吗？今天变丑了吗？是怎样啊？好像会还没好啊，还有点点。帽子怎么不戴？谢谢谢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，因为我玩游戏，我戴个耳麦啦。漂亮小姨妈，真的假的啊？你看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啊。哎，我那个小伙伴点了一首歌。叫那个漂洋过海去看你啊，对。Hello， 酷狗。我勒个去！漂洋过海来看你。对，这是我们群里面，我们群里面公认了的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。然后就是做，就是第一首，很多人点了这首歌要求唱。我查一下我的房。啊，什么耳机？淹死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别吓人！等一下啊！没办法，眼睛大了确实是这样。我这实话啊，我眼睛大，真的比那些就是我像我一般就是朋友啊，他们就是我就问他们，你们会不会经常？眼睛会进东西啊，我就会经常这样，如果戴上眼镜就会好一点。他说不会啊，为什么会？我说我眼睛，我经常走路走路就天天进东西，绝对出门就要进。我说是不是因为眼睛太大？我这样说会不会不好？是真的啊。你没有戴眼镜吗？我买了个墨镜哦，你好看。我唱月半小夜曲不好听啊，我的粤语歌唱的非常的不标准，不标准啊。我的粤语歌唱的非常非常的不标准的啦，你们不要听啊，我唱的不好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你们听懂啦，你们听懂啦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听得懂哎，看来我的粤语还是可以的啊，你们居然听得懂。你叫我讲粤语，我叫不回啊，我叫的不我真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，我学不会。真假学不会啊，那个听声粤语的那个嗓音有问题，所以学会不需要，你中意唱粤语歌。所以你唔要点粤语歌啦，唔
要顶啊，顶顶顶顶，谢谢季老。